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安格拉杜斯雷斯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是一个以其美丽海滩和众多岛屿而闻名的度假胜地。本期分享的这座 Angra Island 就位于此处。Angra Island 距离附近码头约20分钟的路程，距离里约热内卢市区约150公里，车程大约为 2.5 小时。你可以选择从里约热内卢乘车前往安格拉杜斯雷斯，然后通过私人游艇或直升机到达该岛。该岛占地约3英亩，四周环绕着清澈的海水，呈现出典型的热带岛屿风光。岛上地形多样，有细腻的沙滩、浓密的热带植被以及微微起伏的小丘。这些地理特征不仅增强了岛屿的自然美感，还为开发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性。Angra Island 拥有精致的建筑设施，体现了奢华与舒适。岛上建有两栋独特设计的房屋，每栋房子都设有空调套房，可容纳20人。客厅配备了定制家具和带音响系统的电视，厨房配有齐全的烹饪设备。每栋房子旁边都有一个可欣赏美丽海景的露天游泳池和一个按摩浴缸，以及一个共用的桑拿房。房子外部的阳台上都设有遮阳的休闲区，可以看到大陆山脉的美丽景色。岛上的餐饮设施同样丰富，包括一个高级餐厅和酒吧，一个户外厨房以及两个烧烤架和一个烤炉。Angra Island 的基础设施完备，自给自足。岛上还有两个码头，可停泊30至60英尺的游艇，一个直升机停机坪，一个汽艇船库和一个带有大型木质甲板的私人海滩。安格拉杜斯雷斯作为巴西著名的旅游胜地，旅游业发展迅速，未来市场前景广阔。Angra Island 不仅是一个度假天堂，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投资项目。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其成为理想的高端度假地产。Angra Island 目前正在出售中，售价为3000万巴西雷亚尔，约合536万美金。如有兴趣，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